得到吗？需要麦克风吗？应该 OK 吧？好，现在我规定大家录，所以还是要用一下，可以吗？好，大家午安。那大家知道，我威强电去年大概六月的时候股东会通过嘛，那我们跟威强一起就是部分的合并，然后公司里面改为威强电。那今天的话是同会去之后第一次跟大家见面，那顺便先看一下去年整个功能的结果，然后还有今年的展望。那如果之后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再结合再发问。那这是因为从去年开始采用 IFRS， 那其实个体的部分就是每年会公告一次，那其实每一季公告的就是整个合并的财务数字，所以针对个体的部分，比较在这里。那以微强电个体的表现来说，去年跟前年相较是有在营收上都小量的衰退。那个 news 是至少在最后的余裕或者是没有整个公司的获利状况，较前年还是有成长，那就比较是在业外的部分，因为微强电现在是集团营运嘛，所以这个投资他们负责角色不好，那相对的受市场景气的变化。不会是同一个方向，所以有的状况就是公司表现好，那有的可能遭受到市场上的冲击比较大，但是不会是完全是正值的。然后下一页看的就是刚提到 FIS 之后我们新的公告，那这边是合并的营运成果，那这边是单就之前是前半段我们看年度的比较，那 YOY 其实在营业收入部分还是有小幅的下滑，但是还是有所下降，但是营业毛利率的话是有小幅的变动。然后营业费用因为营业收入变低，所以其实我们在整个上面做相对的调整，所以营业费用下滑了10%。然后营业外收益的话，刚刚跟大家提到的是我们合并的主体是包含微联通，因为微联通的获利会是在业外，然后再就是税前净利的部分，就是刚刚说的，然后去年整年的最后的盈余率是3.62%，较前年3.26%还是小幅增长10%。然后看单季的部分，第三季跟第四季单季的比较的话，在营收上是有小幅度的成长8%。但是在营业费用的话，增加了，因为其实下半年蛮多的变动，就基本上我办公室的状况，因为两个公司的问题，其实整个都是蛮多的。所以说，大家待会开始可以使用一下你的电脑，或者看电子，女生的那个手机、软件。那男生的话，我应该一样看电子。那所以其他的数据比大家很好。OK， 然后我们再看比较细项的，细项我们分析的话会分两个部分，然后还有三季节的部分，其实这是合并的资料。其实在产业电脑产品，简单说就是整机的，然后包括主机板的架构。那其实在去年的表现都是有小幅的衰退，那可以看到比较成长的是行动电脑产品，然后跟其他，但因为其他是比较像的。那行动电脑产品是刚大家如果是从大投入走向中心路的话，你就只会看到我们外墙有做一些广告，那主要就是物联网的部分。那物联网其实在我们集团内，工业电脑产品是一块，然后还有一块服务的格就是行动电脑产品，这跟物联网去比较接载瑞典的部分，然后再就是国内的那，那这部分大家可以看到行动电脑产品都开始成长的部分是两个数的。OK， 但是以整个合并来看的话，产业电脑产品还是大中，它占了52%，那公共主机板的话是32%，那其他产业电脑周边啦，大概都在15%以下。这是谈合并的销售分析产品别，那下一页我们看的是合并的销售分析百地区。
地区的话，我们分为几个大区，就是像美洲啊、亚洲、欧洲跟台湾，还有其他，还有包含非洲啊，然后亚太的一些国家也有。然后可以看得到，我们在亚洲部分的成长幅度都还是维持在10%以上。那其实最主要是中国大陆的部分。那在美洲、欧洲的话，在去年就是相对的衰退。那其实待会相信大家都知道，所以如果比较理解的，我待会再告诉你。但是整个营收部分，美洲、亚洲，亚洲是包含中国大陆，这部分还是我们最主要的市场，这是合并的颜色来看。然后欧洲的话是12%。然后这是微糖店这题，这是五年的营运成果。其实大家会看，如果单看营业收入的部分，我觉得今年相较于以往，其实衰退幅度还很大。但是我们再往下看，因为其实微糖店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的是叫资本的整地或者是分割，但是这会是看各个公司的营运状况来去做调整。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在建立其实2009年一样的营业收入。那我们就要2009年成长了，大概快3倍。那其实就是整个集团公司的营运发酵。OK， 这是个体的。然后下一页的话是合并的营运成果。那合并的话，也会相较现在2003年的感觉跟2009年的营收比较近似，但是一样，我们经历不是大幅度的成长。那营业费用的部分其实都控制在一定的水平内，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业外收益的部分也都是大幅度的成长。然后这是合并营运的资金状况。那因为去年采用 IFRS， 其实大家应该知道，因为当现金里面它有一些定义的改变，就是如果是像定存嘛，按3个月。然后它会重分类到其他资产的方面，所以单位上一级的现金跟约当现金好像有减少。其实后来，其实2013年如果啦采用 ROCF 的话，其实我们的现金加流动现金大概都还有45亿。那其实你们看到这数字，主要是因为 IFRS 的重分类造成。OK， 那营收账款、存货周转还有应付账款。这边的数据给大家参考。那看完过去一年的成果，现在我们应该比较 focus 是今年怎么看。其实今年的话，大家可以从刚刚看去年的，其实在中国市场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成长性的市场，所以今年来看的话，我们还是会持续在中国大陆深耕。那不论是微糖店自己，或者是集团下的子公司，其实在中国大陆都还有很大的开发的空间。因为我们进入的时间相对吧又晚一些，所以其实这个 market 是很值得深耕的。那我们的预期应该都还是可以维持以往的 pattern 成长的 pattern。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刚一开始就跟大家提到嘛，就是我们在去年年中做了集团的整个资源的整并，其实这是公司一项政策，就是会以是当时市场还有整个营运的状况，就一些资源让整个投资效益极大化。所以其实公司从大概2010或2011那个时间点，其实我们把制造往上海新发威达那边外移，那。微强跟那时候的微达店其实商贸是一个接单中心嘛，那随着这些年的这个 operation 的改变，所以其实在去年我们做了一个集团资源的整并，那现在整个集团的资源应用是轻资产一个 light asset 的 management 模式在做这个动态的管理，所以大家应该会看到我们过去有公告，是我们把原本的微强店的 office。大家之前去的那边是转售给威廉公，就会随着公司的各个集团子公司的营运状况去做适当的调整。OK， 那再来最重要就是刚提到我们在外墙
很多广告，就最重要的主轴就是物联网。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谈物联网，因为跟台积电刚刚一起谈到的物联网，其实这是未来一个科技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那微达电微强电子机来说，我们在工业电脑领域这么久，其实工业电脑的产品跟物联网快到了一个。然后再搭上我们集团公司微联通，大家知道它是 NAS， 其实完全就是云端的一个 application。那我们会整个云端资源整个趋势整合，然后一起去扩展这个物联市场营收。OK， 所以这是对精密的几个方向、几个重点的 guidance。然后再来就是其实精密的到现在也。那我们看一下第一季的营收状况。其实今年第一季跟去年的同期相比是营收上小幅度的衰退，但是基本上差不多的营收水准，大概12.1亿，这是个比例数字。那大家待会应该会问到第二季怎么看？其实以目前阶段的状态，第二季应该是会较去年。去年的知道动能，去年的成长动能是，让我去年看起来衰退，稍微对啊，但是其实去年整个营收变化是有一个主要的，就是像是大家都知道的 GPT 的东西客户，其实他在去年的标案里就比较少，所以对我们整个，因为他在我们以往对我们的占比都蛮高，那这部分的话对去年是有影响。去年那个利息收入跟前年比较，增长幅度很可观，这个主要是，其实有部分是像说大陆的那边的利润。那其他的收入呢？其他的话、就是，这部分例外都去年不成长幅度很大。其实那部分最大的项目就是蚂蚁，是蚂蚁不是那个。这部分有办法变成一个 regular 还是说有办法去成长？因为这数字。它其实会是其实老实说，因为我们现在商号微达电跟微联，微达电跟微强合并，其实微强本来是做 PC 的，然后微达电是做 UE 的，没错，简单说就是 ODM 整个代工。那其实，在代工这部分，大部分的客户都会有蚂蚁的配合产生。那因为品牌它就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对，所以商号如果这部分的费用增加，其实。也算是一个 guidance， 就是也许没有当下马上量产，但是在未来的方向其实是都是在未来量产做准备。对 NRE 的费用增长，然后在我们的一些新的 project 或者是有一些新的设备，是你说是太空的部分。你说那这部分的收入空间是？
在，比如像是去年的 NRE 收入，今年的看到这个客户进来了，还是说？综合以来说，因为当一个新客新增发掘，对我们来说代工部分，其实它的出入那些都是新开的，或者是我们在帮他新设计。所以你是客户的营收先贡献在先，还是助理？助理会在先，所以先试产之后再这样。所以去年如果对你突然营收增加的话，代表今年客户的营收和新的客户营收的机会也比较大。先讲哦，以去年on brand 跟代工的比重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那再跟前一年比较状态。那另外请教说，去年营收其实我们看到说后来重叠嘛，那我不知道重叠的一个认知上差异为什么会后来这么大的一个调整，可以再说。其实针对第二点先解释哈，因为大家应该还蛮感兴趣，虽然我们已经发了很多公告，但真的新成本新成不是新知。其实，在收入认列，其实先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苏公司主编，他是在去年在六月的时候成立，那他主要是做像基础金属的贸易，他算是贸易商，就是 OK， 如果客人要买某个，假设其实基础金属就像铜啊、铝啊、锡这一些，它不是贵重金属，像金属这类的。那因为他的交易呢，其实都大很大提到贵重金属的贸易，但是他的 profit 相对的也很高，所以当初以我们在会计法上是用总额法认列，因为一般嘛，真的以会计人来说，我们跟他没有直接的交易往来，所以一般会做账的话都是 OK， 如果交易往来就是 net 掉自己彼此做交易往来的嘛，那因为我们对他完全是没有，因为他做贸易业务，会想去跟他买原料来，也没办法自己施工嘛，对，所以我们当初在会计上的方式是这样去做认定，就是用总额法。那后来其实是在会计师，因为前三季会计师都是查合约，对，那在第四季的时候，他在查合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他觉得比较适合用金额法，所以金额法就是用认列获利这一块。简单举例，假设今天股份制公司它盈利贸易是100块，然后成本是10块，其实它获利是10块。那我们以往的认列方式就是直接总额法认列100块的交货收入和利润的，那现在会计师建议应该要认列那10块，所以才会在上个月有这么重大的。那他的那个会计收入，真的是对那个会计制度的，也不能说不了解，因为真的，一般如果是会计正常的记账方式，真的都是这样做。所以我们商号影响的，其实大家可以去比较，就是影响的就是营收跟销售成本这两块，就是从那以下，整个 profit 或是 profit 那部分都没有变动。然后，刚第一个问题是接单跟品牌这部分的收入比，如果接单的部分跟品牌大概会是在2:1。二是欧米。对。品牌部分原本就是微强这个品牌，对。那这个商号微强，因为是我自己研发的，所以它也是在以往的是我们一个客户。那整个合并其实是下半年，所以相较之下，微观欧弟的比重还是比较高。另外，请教你说，去年其实整个营收衰退，最主要成长是来自于大陆。那大陆我们最主要成长是来自于哪一个领域？品牌呢？主要是应用在哪一个品牌？其实这几年在大陆比较康宝的一些可选师都是在比较像那种物联网系部分，就是我们很多客户是买工业电脑，然后去计算，像有用在农业的 control 那些，然后还有像交通运输其实是最大宗，因为他们做很多公共建设的投资嘛，对，所以在交通运输这部分
想请问一下，你们重编之后那个四 Q 啊，四 Q 的就是它的营业总数变在五亿多嘛，很小嘛。那你们这个是不是因为金属交易这部分，是净额是负的很多，所以导致你的总这个正常的。哦，你说第四季，其实我后来有公告，因为一开始其实为第三季公那个财报已经公告，所以我们当时的方向是 OK， 不要调整到第三季。那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它是六月成立，所以六七，应该说，但它刚成立其实已经说不多了，但七八九第三季的这个变动，我们把它变成调整在10、11、12这三个月，所以你会看到十二个月的数据，其实它是包含。去调整到第三季的数字。那负数代表意义是不是说你这个净额，哦，是前面累积的这个全部一起？对，是冲在十二月才降，其实十二月单月应该大概有公告，但是不好意思，因为我现在是用单，单纯就发面积。但其实我们调整到第二季，然后第三季就已经是采净额法来公告的合并营收。那你那个公安机关的三、二、三季的那个损益表不需要重新调整吗？因为你那个不调整的话，你那些很多超比例算下都变得很失真啊。不好意思，张大勋。我说你们那个公安机关是在那个公告的那个去年二三季的损益表。第二季其实没有变化。第三季的部分已经也公告调整。有吗？我刚今天要来的时候有看好牌，好像没有调整。有，确定。这也是为什么？你们现在公告的第四季的毛利率是多少呢？是原来旧公告是65.6%，那你们已经有在修正吗？单季毛利率就是28%。啊，新的是吧？对，因为这个是都采用到了过后。这部分真的很抱歉，让大家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就是不是要用调整前、调整后，然后再确认是不是改对。你像那个微联通部分，去年跟前年的营收跟最后认列获利在。其实不好意思，它的营收因为它非常是说不方便的意思，但是它的获利其实在我们的财报上都有揭露，它去年的获利大概是18亿，所以我们认列是。你们也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资料，就是说哈，在就是因为你这个是把这个7到11月份都弄到12月来调整啊。我们后来再公告。那有没有真正数值？就是说你本业的这部分，就是这家孙公司。其实我们后来真正公告，其实都已经把它整个完全都背回去，从6月开始，6月。那12月还是维持负的吗？没有，就完全被各个月真正的就采用金额法的金额，这部分我们公告上都是。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那股民家孙公司它的营业方式是，你刚说是贸易还是出现代理买卖？他对出货瑕疵保证吗？就
其实老实说太 detail 就不清楚了，但是就知道他通常都是确认客户有单的他才去进这个原料，那基本上就是帮他做一个转导的动作。所以他转导固定，可能他会讲说可能费用多少，能在那个用售部售就是收佣金嘛，简单说，因为贸易商嘛，其实就是收一点的钱。你如果一般是贸易商，如果是营收可以认列，可是如果你只是纯粹做个代理佣售的话，你就不能认列他的总成本、他金额，所以要确认他的营业方式。他如果只是说我叫你的单子，好，你跟我说你要寄多少，我帮你买十块，卖给你十块，我中间手续费赚多少，那你们就只能采金额去认列的营收。那如果说我有重获瑕疵保证，我借了十块钱，我卖给你十二块，我赚加上，我这个总额的我就可以认列他总额营收，你看这个样子。其实我会采用金额法，刚刚提到的。所以他去年接到单子，我才去跟国外的进货，这样对。所以这家公司基本上应该都是正的，不会赔钱。对，唯一在认列回来，如果啦看到他赔钱，可能就是会有一个差异，因为他都是人民币的计嘛。然后台湾这边认列是不是就会把换成台币？但其实以他本身的 operation 绝对调整。请问一下，我们既然公司策略上走轻资产跟走资源的整合，我们怎么去考虑一下这个跟本业是不是很相关？我只是好奇问一下，我们当初投这家逻辑是吧？然后跟客户是并不是哪些公司，或真的有相关性吗？其实这么说，会进入这个整个金属买卖，其实刚好了，也是在物联网这部分的人员应用去link上。那就像你说的，其实不完全跟本业相关，但是其实透过技术买卖，我们更了解在这个其实物联网里面还有一部分的应用是在做像买那种油矿探勘啊，然后金属，其实他们用的这种整个 sensor 感知器非常的大量。那我是因为这个点才进去这一块领域。那他的客户层就知道说，并且他我们各个公司其实都各自经营嘛，所以他的客户层现在也很好，包括他的意思。所以可以这样问，这个是为了我们物联网那边未来电子的扩展，需要一些客户的关系去设立这个公司吗？可以这样吗？应该说是一部分会踏入他完全因为物联网在能源应用上的应用，然后再去接触到这个产业，然后发现其实在整个金属能源或者是油料勘探，其实使用到整个不管是工业电脑或者是比较前端的 sensor 这部分，它的量是非常大，因为大家知道嘛，去探一座那个矿山，要需要用到多少的 computing 去侦测，然后去计算，所以我们切入的 moment 是这么讲。但是你会觉得，哎，产业还是跟我们自己不完全相关嘛？但其实透过这样的其实合作嘛，可以去接触到真的那个领域的课程。所以我应该没有计划是把这一块把它弄得很大，只是说这个一个关系上跟了解产业的一个角度去投资，并不是把它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业体在做。目前是这样的规划，但是因为对这个 operation 来说，就像刚刚他们的那边都问到，其实我们不会有亏损，因为就是赚所得的现金流钱，所以在 operation 不会造成整个集团。对，不好意思，刚没听清楚，你说这个孙公司它大概净利率大概会是多少？是净利率啊，它的贸易份，我刚毛利率应该是30%吧。那因为它的费用也有限嘛，它大概就是请几个人做接单之后。请问一下，微联通部分哈，在2012年的。微联通部分的计算也是算在业外收入，业外也都，所以计算基准都一样的。微联通部分，2012跟2013都一样。它是2004年分割的独立，所以从2004到2011。那能不能解释一下2013年的业外收入？微联通有3亿。那其他六亿多啊，4.3，哦，那其他5点多也蛮大的比例，是大概是什么样？就合并的部分，其实我们公司也3亿嘛，然
后几个比较大项的，就是刚提到的其他收入，里面大概2.1亿。然后它里面涵盖就是像蚂蚁啦，然后还有我们大陆公司还有一些企业一些政府的补助案，那边的收入加起来大概1.多亿吧，1.1亿。那你？你能不能预估一下，这种是会常未来还是会常态性的有这样的收入呢？还是说，还是说它这个只是一次性的、偶发性的？但就是你就占其他比较大比例，这个其他。对，其实以云通的营运方向，它目前就是走在 trend 的一个云端整个市场，所以我们针对微信通的一次的话，成长它的方向上都还是。然后刚提到其他收入项目啊，一些部分就是会是百分化学产生嘛。然后政府的补助案，这个也是应该这部分我们不能说就是 continuous， 其实这个是每年看，因为是大陆那边的，会看政府有一些什么鼓励的产业，会朝那个方向去申请。但是每一年就是我们申请的这个补助案呢，这个会是看它给实际方案的方向。去年通报的时候办的那次嘛，我先取消下半年他们马毕业了，但是要上来的，那时候就感觉很明显的，然后最后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是我们本业掉下来，还是说因为一直没出来变成他拿以后有点累。其实这么说，老实说就像你后悔想，其实 NRE 一出来，然后到真的量产，其实有部分累，然后还有部分就是刚提到像之前的出货，他在去年本来标案就比较少。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说明过，其实这个它的 operation model 嘛，它基本上就是各个 city 的城市或者是中央政府或者是国家，它有一批 lottery 的标案。那通常大家知道那种标案不会是每年都是更新机器，所以那种一次大概会是2年到3年才会有一次比较大的太空场。那在去年的话，就是相对就是比较 low season。所以我记得一二年去年只剩下5亿，所以一三年更少，几乎没有了。没有。所以但是是比5亿还少。对。所以其实，在代工这部分，其实最主要的 gap 大概就是台积电。因为我们今年第一季看起来营收 YOY 是衰退的，那今年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的这个成长性？第一季的话，就刚刚看到大概是衰退1%嘛，其实很蛮的。那在第二季，我们目前看现在的状态，其实应该是会比去年还好。所以全年来看的话，你全年的预测的话，基本上应该是很有机会比去年。微凌通去年获利大概有9.6亿。18亿，那个比本业4.1亿要高出许多。那贵公司对这家公司有什么想法？包括像把分割重新在一块上市的情况下，因为他不知道比本业要会高出许多倍，也是高出许多倍。应该有。哦，你说他自己的自己表现？对，不是那个部分，但自己本身获利好几倍，那有没有什么想法？要不要讲一下这家公司？因为他对你获利贡献非常非常。重新来的，其实大家都其实之前是针对他有考虑过上市会，但是老实说啊，大家知道现在科技产业非常不竞争，我们这次考试要花时间在准备他上市会，还是继续去拼市场？因为在纳斯这一块，目前在多伦多其实还没有一个例证出现。我们是因为那个是怎么从 SMB 起家的？那其实陆续大家如果有在接触电子产品，尤其是在光华商场啊、泰坤啊这些通路 PC Home， 你都会看到不一样的。其实它从去年开始在深入纺织业，因为它现在其实大部分嘛，像现在没有智慧型手机的人很少。那但智慧型手机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 memory 很小，16、32G 对呀、啊。那其实现在人运用非常多嘛，要走到哪里都要打卡拍照啊，然后 video 啊、音乐啦、啊。那其实我们从去年整个内部部分，它在整个就是那个操作界面，整个它
也会让使用者很方便的使用。所以其实它以往是在 SMB 起家，然后现在是在往下跟往上，往上的话会是 Enterprise 等级的这部分，相传它进入门槛很高，但是也是值得我们去深耕的，因为像这部分的主要 competitor Enterprise 就会是像 IBM 啊、EMC 啊那种非常大型的 storage， 那我们会需要花一点时间去研发，但是目前它主要的营收来源是 SSD 跟抗生素。那对它的展望就提到，我们是不是一定要上市柜？其实我们现在来说是希望它很快找到它市场，达到它市场定的地位，所以会主要把整个营收放在这一块。今年一个营运基本上还是好，因为就像刚刚说的，现在智慧型手机前端的smart device越来越好。现在 Google 也是 Google Glass 都开始用的话，是那些都上，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前端的设备会越来越轻、越小，而且功能越来越多。但是唯一有点是它的 memory 是越来越少，所有资料都是存在云端，所以刚好这个是 market trend， 那它刚好就是在 trend 上的应用。所以我们如果方向上就是话，请问一下，那个微强电现在占微联通多20%是不是？那是第几大的？是微联通第几大的？他现在还可以主导微联通吗？其实三号还是可以的，因为加上董事长，加上董事长的超过50%。但基本上以我们集团的营运方式，其实各家自己去发展，因为产业关系的不同，整个研发啦或者整个模式卖水不同，就是微联通它比较够比较核心的技术在于软件，但其实以工业电脑来说，我们最主要是就是在硬体上，所以其实具不具有主导能力，我觉得对于经营上倒没有太大的影响。它是从初分割时100%到现在变歹路变成的，刚开始没100%，那歹路到现在是24%。请问一下，我们公司内部有没有讨论过？他说我们第一季的营收的 YOY 是衰退1%，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跟我们一样说，或者说比较大的这个 IP 集团上有挂牌，像研华、像运端，就说。像广基这些，就是说像联华，他们其实都有20%的成长。那可能有些是合并，但是我想说，变因素没有占到超过10%的因素嘛。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是因为发展地区的不同，还是说我们在客户发展上有些瓶颈，才遇到应该说这里应该是第二年，这可能上是比较没有。其实说我们以往在几个主要代工都占的比重非常高，所以我们的营收会随着它的变动有很高幅度的排列进去，所以像刚刚提到之前，当你营收衰退，其实我们影响会很大。那老实说，我们当然要尽力去找几家是同上，但这种比较就不可能，真的还相对比较差。那你刚刚提到就是跟同业的差异，其实，深耕的产业也不完全相同。其实我们微强电就是微强这个。它的行销模式其实它是属于毕竟是工业电脑的 supermarket， 所以只要工业电脑相关的，大家都可以买到，从我们这里去采购到。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再转换我们的算主轴，其实就是物联网这一部分。那其实现在物联网提的非常多嘛，但是其实大家有没有一点搞不太清楚，它到底实质上是怎么样？各家都会提到。那相对的，其实有一部分硬体类体的，那物联网其实它有一部分是软体的，这部分也要看是不是完全达到。所以在我们整个经营的主轴的改变下，这个时间 ready 的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成效，什么时候开始发酵。但是就 Q2 来看的话，我觉得就目前来看啊，我们 Q2 的订单是有比较稳胜，所以应该。
的就是这样。那在刚刚分类里面，你说的那一个大概比较喜欢快餐，刚刚有一些我听，大概六大成品项是哪一个成品项比重比较大？我们 average 来看的话，陈一店老的 margin 就比较高，然后次级是公共的基本，但是一样是这一类的 product， 它还是产品 margin 会有变异，但是我们最大的主轴大概就是这两类。今年对 margin 的看法，对第四季来说，有没有比较正确？average 来看的话，像去年全年在还是对位是在32.33嘛，所以可能今年应该还是会在一个变的角色看。那请问一下，很多是新巴威达，它去年获利其实还不错，那除了是不是其中有更多的贡献是你提到的政府？那但是如果扣除掉这个，它获利其实也是改善很多，那可以了解一下。其实它跟我们的角色主要就是我们这边接到的单，它帮我们商贸有点带动上的角色，就是 test 会给它，所以基本上它会有它一定的 margin 在。改善的原因是因为不能。规模还是要带跟你的产品项是什么比较重要的？这么说跟 ODM 单的多少有关系？因为像大客户他的 market 上就比较，所以他需求就是在我这个产品本身是在发展的时候在比较高的市场。那个我们营收%多少是算是 corporate？方便看了一下我们那个威廉从那个维修大使在退出以后的状况，接受度或者是状况。目前的话，其实我们很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所以现在的做法是一直让它更完整。那市场的 feedback 其实都还蛮 positive， 只是大家会要更多的 feature， 所以我们会在大概5月吧。基本上在他们 test 之前再让出40%之前的 OS 版更新的，然后会把之前的一些 bug 啊一并都有。这4.1是 virtual NAS 的 OS？ 没有，基本上是 base NAS base 的。就是以前那个 Linux 的那个。Linux 管，你现在是装哪个？因为我记得我们上次的产品发表会有提到的 virtual NAS， 就是可以走 Android 可以走。那是甚至可以走那个 Microsoft 的那个位置，但这个都会加在它上，就是点击还是具备的上。所以这个是可以同时，可以同三种 OS 下载。我们现在有这，比如说这个东西，它的出货走，还是说只是在刚推广时期？其实它算是那时的一个 add-on 的方式。未来是都会变成这样，三种可以用三种。其实会是看客户，因为有客户很需要，接下来就得等。所以我现在的 stage 是，就是现在的状况是只有响亮，还是客户还在 work 中，还是说，其实这个都是，还是正式有时候有在出，都是正式在亮。重点是来自于品牌，就是微强这个部分，不管是在
Mobile 或者中国地区的一些成长。那衰退的部分就是在于代工这些嘛，那包括像 Tech 或是我不晓得其他还有包括像哪一些。那我们未来你怎么看？就是因为其实可以看到其他一些 IP 机厂的，其实他们的代工的业务其实也是持续在成长。那不晓得中间是有什么差别？那我们未来是怎么看？就是或者今年我们怎么看这些代工的？我们的策略是什么？然后我们看成长性。其实这就是刚刚有提到各个数据里头，其实这个来说，它好像就是比较很契合，所以有一个比较比较。那去年刚好跟它的表现就是比较少，那以今年来看就比较被困扰了，因为刚刚跟大家解释嘛，它通常一个表现在就是2到3年才会重新再改变。那这个大家知道，去年和前年它相对都比较 slow， 所以今年大部分有一些新的。Voice。
现金的角度获取比较多的配项，就是比较应该说比较偏那种安全的10%的退出安全现金来讲，那未来会有这种类似的改变，应该说往上往下。这部分我现在也想到再找回答，因为这个真的会看当下很多有些公司的计划需要现金，但是就是看每年的状态。是手持式的装置吗？还是什么东西啊？嗯，手持式的，然后还有一些比较高级的，像简单的像 AK 那种小型的，但是手持式的，还有手持式的像 PS 那种快递的东西。这个米台大概卖多少？Thank you.